小小兵，杨小斌。你基本一进场就跟农民似的，背着包。
农民地痞，有点黄贼了。不是宇哥一赢球，把所有高手运动员所展现的动作全部展现出来。我觉得基多真的可以不用。虽然四个人，你妈的打铁！马上别输给翔。给我翔不行，输给我就算了，别输给翔。简直就是侮辱！要输给翔了，今天真的你妈别说灾难。可能就是他觉得他真的不适合再打羽毛球。可能，我感觉我们今天都能打。我就前面接他，然后我就抓住了，其他我就对。还有他说男双一会儿再接男双。男双。我教你的发球大招。他明年要对情侣组。对情侣赚了多少钱？拿这有钱吗？废话，对。15万。那没多少，赚个七八毛钱吧。裤子哪赚钱啊？肯定可以吧？前面不是有赚个至少有七八千吧？每然后一人两三千嘛。两三千。美金想多了，大哥这第一名能有10000美金，那第二名最多5000，拿到手里1000。这样呀？1000美。1000美，估计你能拿到1500美吧，最多1000美。对，几个词就换服，只要拿冠军，就要再要冠军。先，小兵加油！加油，小兵！你要拿到一场，就这样。加油，赵家，我是江苏大神。对啊，俺就嘴抿着。加油，大宋。乔逼这两个字特别好，乔逼，乔逼，就吐出来的，对啊。那你这个呢？我记得，我记得，好好听听口啊。比较像，有点像你生气的。昨天跟那个人胖子打。一把有戏，然后结果就在没护上。宇哥今年是傻逼，第三局的时候，现在第二分吧，二比零，那个男主角杀了一个头打的人，然后就不动了。他打的进攻啊，要是他成功再高一点。那你们？他说你刚说这儿就看不见了，你跟那个啥一片啊？你如果有我俩这么高就看到了。我俩，你俩，要不然站起来比一比？那再来比一比，你会你高不高？我接你，我给自己抓个头发就高了。妈逼，每天花在。收音的，来把上面不要轰走的人，轰走的人，就是那个一直在我们面前喊小兵加油的那个妹子吧。刚回来那天吗？没有吧，就我跟你说，就是第二天嘛，星期四回来了，还早上星期五去跑，当天不打早上，下去了，不打早上。
后两天。妈逼看见爹给你加油没有？我妈昨天他妈给你加油干什么？要不然今天一起打了，不是吗？不是不是，他丢我头了。我现在又喊，你就一直在赢球。我不能说你什么，一说你就赢。我是我，我是我。你就赢，我喊你就赢。然后他扳倒我，走了。那最后哦，原来是赖他。昨天第一个那个脚，摔了几下。毛病啊！锦标赛还你妈逼得跟我拼，进不进决赛？
啥狗？行，那你就正亮呗。买了跟找吧。出过两个人名数了，昨天这两个。19-19，马上就输了。没有，16-20，16-19，16-19，你们落后。不是，15-19，输比对15。然后连追了4分，就加起来。连追了3分，追了18-19，然后18-20，然后19-20，然后16-20。老傅，你后场，他们。你说三个。我第三天没怎么看，第三天上班时候还说。
对，最后一球受不了，然后给人下没翻过来。Oh!
摩擦体验。前两天吧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人挣了多少钱？今天星期天，哦，星期五，星期五，好漂亮。Thank you.
哇，发了个屁。我好像打包，我手一点。
Thank you.
Will be available for autographs after this.
19, 15.